看看这是谁？哎，你这样脸看着好小。还行。你喜欢长发还是短发？我喜欢这个短发吧，挺好看，但是我觉得还没有到最完美的。我觉得已经很好了，要啥自行车？哎呀，我还今天指望着小石给我拍照片呢。这新发型的第一照要留给小石，除了我的自拍以外。必须的，你自拍。自拍不行，而且还得要华为来。今天我们来吃这个叫，我不会发音，不知道，就东反正就是。对，什么什么什么 ，thin。我在等雕雕的那个鹅肝，还是原来的配方，还是熟悉的味道。啊？要拍你那个吗？不，你拍就行。哦，这拍得太快了，这个。小时这个摄像还没搞好，我觉得这个挺好看的，还得弄个人像，哎呀，虚不了，不知道为啥。这是荷兰村，让我们在。Arabica 的新店，这是一个崭新的雕雕，不对，这是一个次新了，刚才是崭新的，已经变成二手货了。二手货，百分号。啊，好有创意。这是日常防病毒日常。啊，你跟他好配哦。代言人。路杀君。看看。哇，漂亮漂亮。嗯。问题是，这个是我的吧？对，应该是。这是个好问题。
你这骑着个啥？好玩吗？我的天哪，还有这种包装袋儿！给呆走一个赞。啊，好可爱！再看那鬼子，今天晚上吃的不是鸡肉。雕雕在虐这只小恐龙。哎呀，不要揪我的尾巴！不要揪我的尾巴！哇，这个锅好大呀！跟雕雕的小小脸比起来，这个锅好大呀！谢谢。谢谢，不错哎。这个也不需要什么食材，新不新鲜。对，就是有个锅，然后有点菜就可以了，完美。Wagyu, right? Wagyu. Well done, please. And US prime beef? Also well done. Also well done. Uh-huh. What kind of spring onion? Onion. Okay, sure. Yeah. Thank you. You're welcome. Mm-hmm. 我特别喜欢这个。